阮这是台东独一无二圣宫，阿伯阿公吼真灵性，希望大家有吃过，有来参与，吼会当庇佑着予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林霞的庙宇，点儿带你去。今天我们来到了好山好水好梦幻的台东鹿野，这里除了热气球和美丽的纵谷景观外，还有一间盖林霞的庙，就是鹿野的元圣宫，主要是在这拜咱天天上帝，同时也是我们在地居民排解忧愁的好地方。现在就跟着点儿我来好好了解一下鹿野乡大家长，我们李国强李乡长，欢迎。大家好，就是在我们农历三月三号前一晚的子时，晚上十一点来举办恨天上帝祝寿，是我们家族里农历三月七日日所以正式都会在正经梅都来举办也圣诞，所以我们在这个主席的时候是已经到了我们三月七三日这是我们上帝说，万寿圣诞。那咱现场有啥物活动咧？当然用咱这个祝寿，用简单的这个平安的一个祈福，来展现。当然目前咱即摆看到庙埕遮，包括有摆设宴王，包括一寡公的奖品，当然咱在十一点的这个时间，为庆祝着咱。上帝讲万寿圣诞吼，但是正式的是在明仔早起九点庆祝咱上帝讲的正日，也就是万寿啦吼。当然，所有流程内底，关于以道教正统的一种考虑来进行。当然不离这个九献大礼。为最上大一个奖献礼。当然在这个过程内底。邀请到地方，包括咱国友宫，来甲咱献场，来为咱上帝公来做尽祝寿。这个酒宴咧完毕了后，咱也过一个宫魂锁门一个定数，来进行将着咱所求所愿，来禀报甲上天，和咱玉皇高上帝陛下。会使来了解地方的诉求，地方地球的平安，希望在咱的农业传落内底，在我国会使来弘扬，做生意生意来同树海，不管咱所有的乡亲吼，不管家当往西往南往北，一切拢是平安顺遂。安尼，咱当初啊，会来去鹿野元圣宫，后壁是毋是有啥物故事滴？伫过去民国四十一年的时阵，有。咱一个摩前木先生，去请着一尊上帝公来登来处理，来奉祀。当时是在家体内底来奉祷，但是迄当时因为上帝公的一个农业社会内底旧社，地方人士认为讲应该是吼爱立庙，就是爱起一间庙。过去因为经济能力较不遮尼好。所以以草料的方式来奉祀，救世万民。尾啊，乡亲，无气嫌着我少年，哦，二十九岁了，都甲我推选去哩，选主任。对，我有听讲，伫咱个鹿野元圣宫啊，主神是恨天上帝，啊，是毋是阁有其他的神尊会当互咱个信众来拜见？哦，当然这是有啦，吼。道教的宗庙来讲吼，大部分拢讲万万神啦吼。当然，以目前阮内殿啊，当然以阮的上帝公为主神。伊啊，阁有一尊文殊公，嘛就是咱的观世帝君、护佑帝君、甲苏明真君，遮拢是伫个内殿内底主神。当然，伫咱的天殿内底，嘛有其他的神明，像个。三宝佛祖、五谷兴隆大帝、观世音菩萨、祝星娘娘、太岁殿、高老元君，发挥一个神迹，就是以虎爷的一个身份来跨牛车，由五谷爷坐镇啊，这个机身顶头包括派着六百公斤的米，一路沿着阮街路拖转来到庙中。大家嘛拢不可思议，然后又拖袂叮当，但是伊就有能力甲拖叮当。
咱规年当中有啥物其他活动会当予信众来参加来劳累一下？年初开始就正月十五，予安丰太岁点光明，包括安丰礼道，下晡来做祭刷祭盖一个工作吼。接下来啊，我的主神上帝公的万寿千秋，哦，圣诞。接下来就是咱的这个中原的普渡。我们对于这个地方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公益回馈给大家呢？不管是国小、国中，我们都有设置的青海奖学金，来辅助着地方的这个学子吼。来当六甲县县中，确实欢迎全国各地游工来参修结缘。大家阖家平安，万寿年。